我叫 Kiki， 但是今天讲的是猜猜我在比什么？猜猜我在比什么？哎呀，走开走开！在干嘛？在梳头发，然后吹风机。你刚刚谁吹头发？阿嬷。哦，那谢谢阿嬷。猜猜我在比什么？猜猜我在比什么？妈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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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到一件很好玩的事哦。咦，又来了。他妈看起来很累。我想到一个，我来模仿妈咪来猜一猜的游戏哦。哎，如果妈咪猜不出来，你会生气吗？题目很简单，妈咪一定可以的。第一题，这是什么呢？咦，这不是什么舞蹈呢？这是不是什么舞蹈呢？水壶啊，水壶，他头上有锯子哎，盖子啦。哦，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才不是呢，这是茶壶啦。那下一题，这是什么呢？是箭头吗？箭头？不是，这是晒衣架啦。那个是手，那个我没讲，等一下。那这个呢？啊，是公主吗？才不是，这是饭团。饭团哦，三角饭团。那么这个呢？这是毛毛虫吗？吃的。不是，这是蛋包饭。蛋包饭哦。那你再猜猜看，这个这个是北极山，富士山吧？该不北极哦，该不会是尖尖的蛋包饭？不是，这是富士山啦。富士山呢？我讲错了，没关系，下次就知道了。好难翻 ，Can you help me? OK， 帮我一下啦。好吧，好。我们再猜三题就好，好不好？那个小米啊，妈妈现在想把衣服折好，那就再十题好了。这是什么呢？这不就是在洗脸吗？不对，这是圣诞老公公啦。这个呢？这个圣诞老公公的，有贝壳的那个可以吃的。这个是什么啊？这是蛤蜊呀、啊，蛤蜊哦。那这个呢？小 baby 娃娃一直摇来摇去，是要翻身的虫虫吗？不对不对，是小宝宝啦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嘎嘎嘎嘎。这个是挖土机。喂，不要在地上推椅子。这是推土机。推土机。你再猜猜看，这个电风扇。我猜不出来，这是电风扇。你怎么都会啊？为什么妈咪都猜不出来？你看，你生气了。如果你生气了，我就不玩了。好啦，那接下来这个超简单的，你一定要会哦。这个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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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我完全猜不出来。这些全部都是外星人啊！长得好奇怪哦。外星人不是很好猜吗？妈咪，我又没有见过外星人，我怎么知道那是外星人呢？外星人的长相太多种，很难猜啊。可不可以比一些妈咪比较容易猜的？好，那这个呢？这是在睡午觉吗？不是啊，这是妈咪常煮的软趴趴的花青菜，青花菜啊。那这个呢？这是想要吃好多好多炸鸡的心情哦。那猜猜这个？那这是想哭的心情吗？不是，这是不想去看牙医的心情。妈咪为什么都不懂呢？妈咪可不可以多了解一下小米的心情呢？
妈咪怎么可能摸得清小米的那些心情啦？那来猜猜小米是哪一个？这样应该最好猜吧？啊！喂，小米，妈咪不是说不要这样玩，不然睡裤会变松吗？哦，他把娃娃都塞到裤子里。我才不想睡呢，而且你是不是想睡了呢？这个呢，这个呢，猜猜这个是什么？妈咪，我还是猜不出来。这是在抠脚皮的妈咪啊。那个可不可以不要模仿妈咪？那这个我还真的猜不出来，有没有什么提示啊？咦，小米，睡着了。呼呼，最后那个到底是在模仿什么呢？睡着。那真的睡着嘞，太累了。困高高，所以最后一个是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旁边有答案呢、啊。这是什么？蜗牛。对，他最后一个在比蜗牛。猜猜我在比什么？讲完了。